Hello， 大家好，我是宋茜，很高兴能够作为思韵的代言人跟大家见面。我正在布拉格拍摄思韵的全新广告大片。这次与思韵的合作充满了火花，我们有国际专业制作团队，还有亚洲殿堂级的美发大师。这次的合作也让我终于从一个普通的思韵用户变成了品牌团队的一员，希望今后为大家带来更多的亚洲专业沙龙护发的新体验。和托梦老师的合作让我非常的难忘，他本人非常的专业，也非常的有魅力，他对时尚美发的专业和热情也深深的感染了我。沙龙品质的护发体验，在家里就可以轻松的拥有。